山的兄弟们进来看，这是前两天没挖到的这鱼洞啊，现在挖了这么长，我去，看到没有，还有流水啊，这里面肯定有大货了，双击关注看收获，明天继续开挖，现在时间不够了。兄弟们，这是从这个洞里面挖到的鱼货，这洞还挺大的，哎呀我去，双击评论666啊，零下三度啊，手都有点僵啊，哎呀，喜欢户外刷鱼的兄弟来吧，兄弟们镜头进来了，给老弟留一个免费的双击，一个免费的关注。你看一下，这是我今天挖的那个鱼洞啊，是挖了这么远，零下三度啊，终于没有亏本，抓到一只甲鱼。双击评论六。火山的朋友们啊，生地龙了啊，这是昨天放的啊，地龙，我去，有货了，有货了，我有货了，看到看到鱼没有？我去，好长这个地龙啊，这是真的很长这个地龙，在我们乡村的那个塘里面，里面好多各种各样的，看有没有货。